中英地产立足香港服务大湾区，亦都是一直以来为我们大湾区的各位新老客户提供最极致的服务，令到每一位的客户可以融入湾区，尽显湾区福利。中英的理念咧，都是提供呢個極致服務，幫助港澳海外客户咧融入大灣區生活嘅。足不出户，落到樓可以揾到中英，從買樓到辦手續、收樓啦、驗樓啦、裝修咧，各盤出租，我哋係提供一條龍嘅服務嘅。感謝我哋新老客户支持啦。咁我哋中英咧會繼續秉承我哋嘅極致服務，助大家融入大灣區生活嘅。大家好，我是中軒地產的 Christine。 今天帶大家來到漂流之鄉清遠恆大世紀生態城。今天來到這裡主要的目的是由於上個星期有位業主就委託了我們中軒辦理那個收樓驗樓手續的，因為這個業主呢，他是18年那時自己來樓盤賣，到了收樓時間，由於疫情關係通不到關，所以就委託了我們中軒。咁首先，我哋就先入去办理嗰个领取收楼通知书嘅。咁今日咧就受到业主嘅委托啦，我同苏师傅就嚟到清远嘅，咁就进行一个代收楼验楼嘅服务。咁蘇師傅頭先咧都驗咗大半個鐘㗎啦，都發現咗些少問題嘅。咁而家由蘇師傅講解翻。OK， 咁呢套公寓咧，我哋一打開門咧，就發覺佢咧嗰個狀況就唔係咁好，最起碼佢嘅衞生冇搞好先啦，係嘛？到處都係垃圾啊，包括佢自己維修嘅一個地方啊，維修完之後都冇跟進冇搞翻乾淨。咁啊，下嚟我講翻檢測到個問題啦。首先咧就係呢啲牆身全部都唔係做得太靚啦，全部都凹凹凸凸，完全唔係一種商品樓嘅嗰個交標啊！你睇睇鏡頭，我哋去掃埋啲睇睇啊。整個房屋，無論係牆面、牆身到嗰個天花都係都係嗰種情況呢啲啦喺電筒底下就好清楚嘅，凹凹凸凸嘅呢邊睇到嘛？即係佢批咗，完全冇在後面處理啦，就咁就交貨啦。應該係有打磨有上漆嘅嘛咁呢邊都係啦，同樣。如果唔係一個電筒底下，佢係睇唔到嘅，睇唔到嘅，咁啊，包括喺天花面都係咁樣，睇到嘛？係啦，咁呢度咧就發現咗咧，佢呢個窿咧高得滯。如果真係裝冷氣嘅話咧，佢嗰個去水佢就去唔到啦，所以佢喺呢度加咗一個。但係加咗呢個咧，這個要我哋要求佢封翻佢咯。咁都係牆身問題啦，呢啲。咁呢度咧，我就發現咧，佢嗰、那個有一條伸縮裂應該係由頭到尾噶啦。佢就補咗，但係就仲係睇得到嘅。係，仲係睇得到嘅嗱，呢條裂嘅痕跡一直過嚟都係嘅，係睇到嘛？呢個位上去，係因為鏡頭始終都唔係肉眼係嘛，是佢始終有啲咩嘅。咁啊，另外一個陽台咧，陽台呢度咧就發現咧四邊都是去水都冇問題嘅，嗱你呢個我哋咁大桶水倒落嚟，佢四邊乾咗啦，但係呢個中間咧有少少凹凹，變咗呢個去水唔係好暢順啦，喺呢個位置積聚咗喺度，同埋佢嗰個面嗰、那個天花面，你睇呢咁嘅品質唔掂當咯，
完全都係冇處理嘅，直頭咁批一就批咗啦。你我估計連油漆可能都仲未打上去。咁啊，佢係一廳一房啦，房間啦，房間都基本上係牆面啊、天花板啊呢啲都係做得比較差啦，做得比較差。要跟進嘅話，都要花好大功夫先跟進。另外一個咧，我留意到咧，佢自己補咗一下呢個位置。呢個位置咧好關鍵，到底佢當時補係因為裂咗還是滲水咧？係而家呢個狀況下，我係判斷唔到佢，因為佢已經係蓋住咗啦嚇。我哋希望就係一條裂咯，就唔好話滲水啦。如果唔係嘅話，就問題就大啦。咁啊，窗門呢度咧，我哋就試過啦。窗門佢反而好結實，好開關得好暢順下嘅。地板 OK 啊，地板 OK。咁啊，順住過翻嚟廚房，廚房就冇發起咩問題啊，去水啊、升盤嘅排水啊呢啲嘢都冇問題。那個電器咧係正常可以開同關啊，正常可以開同關。咁啊，一個小嘅事情咧，就係呢三塊磚啊，空鼓啊，咁同埋咧呢個藥電箱裡面嘅電源，即係個插座未裝啊，淨係得個線頭。咁啊，洗手間都係發現咗比較大範圍嘅一個空鼓。聽個聲啦，實嗰個聲係呢個聲，空鼓係呢個聲，範圍都比較大，上半截呢個牆面都係大概占百分之三十左右吧。咁其他嘅反應冇唔發現咩問題啦？馬桶啊、尾標呢個洗手盆尾標啊，同埋個去水係好暢順嘅。佢呢個位置都做得好靚，係嘛？佢為咗高，即係嗰個空間高翻啲，佢寧願咁樣接一接。如果唔係嘅話，按普通我哋嘅做法係整縫過嚟嘅，佢能夠做到咁樣，即係施工者設計者嗰個咧個心思就喺度啦，但係個手工就麻麻啊，即係講整間屋嘅嗰個手工。咁啊，呢套房咧基本上就係發現多咁多問題。咁剛才就驗完十八樓嗰套單位啦，亦都非常感謝劉生對我哋中軒嘅信賴，介紹埋佢姐夫委託我哋中軒收樓驗樓嘅。咁阿蘇師傅都經過一樣同樣仔細嘅檢查，咁而家由蘇師傅講翻呢套十九樓嗰套單位發現嘅問題啦。好。咁果然係一個姊妹樓層啊，十八十九嗰個出現嘅問題都係差唔多哦。咁啊嗱，譬如嗰、那個，不過咧佢呢套咧嗰個牆身咧就比十八樓呢一層就做得比較好啲嚇啊。咁啊就個別啦，個別有啲地方就係油漆唔均勻啦嚇。佢主要呢個問題咧就係、是。補咗灰之後，打磨咗之後冇上翻漆，呢個係睇得出啦。咁啊呢度咧凹得不平，因為呢個係一個窄角位啊，所以佢真係好難做得到好完美嘅。咁呢個背景牆咧就發現佢嗰啲保護膜咧仲未撕走。這個必須要撕走的，因為時間耐之後咧，佢係好難撕嘅，會即係黐到好死。嗱，咁我哋轉一圈過嚟咧，都係啊，我哋十八樓發現佢有整過呢度，佢十九樓咧可能仲未發現啊。呢條收縮裂好明顯，由高位一直落到嚟個底噶啦嚇。個鏡頭唔知有冇睇得到？一般是怎樣處理的呢，蘇師傅？如果你一般如果它是正常一個批檔或者批灰裂的話呢，就挖開它挖開四五公分左右，然後再看看是不是結構性，如果不是結構性就批回它之後再上油漆就 OK 了。
如果是結構性的話，就要研究到底是什麼引起。這裡呢就是明顯一個吳君雲，這個陽台呢，它的去水就比下面那個好，看到嗎？都基本上乾了，水都會走的。天花上面呢，都是一樣啦，就比較粗糙一點，那個是陽台的一個。咁另外一個咧就係呢度亦都係同上面一樣啦，開咗個新嘅窿，我哋要求佢將舊嘅封翻佢，佢咪好肉酸。咁呢度咧就係、是、有幾個位置咧，唔知點解有啲鐵絲啊，可能佢呢度咧係跨網批嘅，跨網批嘅淺層得滯咧，佢而家係外露咗出嚟。咁洗手間裏面咧，發現冇咩問題，主要佢係個底下嗰兩塊磚係有啲空鼓啊，三塊啊空鼓。咁其他嘅洗手盆啊、洗嗰、那個馬桶啊呢啲啊淋浴區呢啲都係去水係暢順嘅。咁呢邊廚房啦、啊，廚房就廚房一樣係同十八樓一樣嘅問題啦，就係、是、呢、這個啊。配電箱的電源，它是有線頭流住，但是沒有裝插座。是嗱，係嘛？得幾個線頭。如果按照危險，按照安全角度嚟睇，仲係好危險添。啊，一係你就唔好拉喺度咁樣。洗手盆怕怕有漏水問題？冇問題嘅，因為頭先我哋都放咗兩大盆水啦。啊。第一個先測試佢呢個溢水口啦，啊，當佢出水嗰時候，怕唔怕有滲漏啦？第二個就係兩個盆放滿水，同時打翻開佢，睇下佢咁大嘅狀況下去水怕唔怕谷出嚟？咁而家呢個係合格嘅呢一套啊，連面磚 OK， 只不過就比較邋遢嚇。到翻房間。房間依然是一個問題啦，就是個牆身出現啲小問題比較多啦，呢啲凹凹凸凸位啊，呢啲凹凹凸凸位咗，都有出現。咁啊望翻過嚟呢邊咧，裏邊就冇問題啦，外面咧喺建築嘅時候孖住嗰兩條鋼筋，佢未處理，咁作為屋主嚟講，肯定唔接受啦，係咪？嗱，呢邊呢條就好清晰啦，呢邊呢條係啦。咁啊，呢套公寓咧，基本上檢查出嚟就係、是、大概就係呢啲問題咯。咁所以中興服務咧就係、是、助大家融入灣區啦，係嘛？所以你話幾遠嗰度有委託我哋去收嘅，我哋一樣服務到位。今期的節目咧又到呢度啦，如果有需要代收樓驗樓的觀眾咧，可以隨時聯繫我哋中興的客服或者我哋唐山的 WhatsApp。冇錯，係咁先，拜拜。想關注大灣區最快最新的資訊，訂閱我哋嘅頻道，撳埋個鐘仔，再順手俾埋個 like， 分享俾身邊的朋友啦。